本會現在舉行2018年1月31日的立法會例行會議。質詢。第一項質詢，尹兆堅議員。主席啊，局長未到。如果議員俾啲留心咧，就知道官員已經一早坐喺度噶啦。主席啊，好留心，我見唔到個彩位啊嘛。原來佢可以食為行都算嘅，係咪啊？主席，你答多我一次，主席。局長咪坐喺度咯。局長冇喐過，坐到喺度定定嘅。主席啊，我唔同你糾纏呢啲耍嘴皮啦。剛才咁嘅混亂兵荒馬亂情況下，你要我即係企起身，我即係企起身。跟住我見到立一立局長唔喺度，請你提出第一項質詢。小說話你都係咁樣，主席。主席，質詢時間議員只係企起身係講佢個問題，唔係可以任意發言。講完啦，主席係咪啊？你用咗我二十秒啊！嚟咗主席先講啦，主席。